我感觉可以用这个拖时间。哎、欸，我们明天要拍预告片嘞、欸！哦，对、啊，好开心哦！这是我们第一次，这是我第一次拍预告片，我也是第一次哎、欸。那你觉得我要化妆吗？我是觉得反正都没差啦，就你自己决定吧。好啦，那明天见喽。哦，好啊，那你明天不可以迟到，你每次都迟到很久。不会迟到啦，我一定很准时。哦，好啦，一二三。明天现场，耶、yeah, ！我是第一个到的哎，就说我不会迟到吧。哎、欸，叶婉竹，这是你第一次第一个到吧？太早了啦！我昨天就跟你说啦。哦，哎，叶婉竹，你是忘记带什么东西了？没有吧？嗯，钱包有啊，在包包里啊。手机也有啊。外套在身上啦。还有什么？手表也有啊。还有什么啊？啊，社服。阎婉竹，跟你说过多少次，要记得带社服。好嘞，下次会记得啦。社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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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服。哎 ，Sell，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29届 Sell 分享人苏佩仪带来的 Sell。大家好，我是29届文书郑向宇。嗨，我是29届的教学界美宣苏佩仪。我们接下来带来的是 Self。好，再一次意外。小错。Thank you.
等一下哦。我廖伟。嘿，怎样？你还记得我们国二军的格数露营吗？我记得啊，那时候有萤火晚会。萤火晚会，超嗨的。哦，那是我人生第一次那么嗨哎。哦，对啊，那时候我还上台跳舞哎，超级无敌嗨。跳舞？你会跳舞？对啊，你想看吗？哦，不想哎。啊，你不想看哦？好吧。对啊、不跳了、哦、那时候我跟你说我超气的，那时候我们男生那个帐篷啊就是在户外的啊，然后就下雨啊，然后就很湿啊。哦，对啊，那时候我们搭帐篷，然后男生都被雨淋湿，然后女生就可以睡在遮雨棚下面。哦，对啊，差别待遇。对啊，超糟糕的。那我们就只能去睡那种很像难民窟的地方啊。啊，你知道我更气什么吗？你更气什么？我更气的就是萤火晚会那天啊，我是第四中队嘛。第四中队。对啊，那第四中队就跳舞啊，一直跳，啊口很渴，啊汗流很多，然后口都很渴，然后队服都不给我们水喝，哎，真的超气。哦，还真的很气耶。那、啊、你是说你是第四中队的？那、啊、你们人口都很渴。对啊，第四中队的人口都很渴。队服都给你们水。对啊，都不给我喝。四中人口很渴，然后都不给你们水。啊、四中人口超渴嘞。四中人口渴。哎、欸，四中人口。让我们欢迎二十六届郑成哲学长。二十七届江延新学姐。二十八届王道勤学长江老师学姐带来的四中人口。好的，这我觉得很好笑啊，他们好可爱啊。好，我是二十六届的郑成哲，然后讲话。我是二十七届的蒋延新，然后二八是二十八届蒋老师，然后贝斯是二十八届王道勤，然后卡洪是孙悟空。哇，你帽子要不要？好了，其实蛮开心可以回来的啦，就是看到他们在前面耍白痴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很好笑啊。只是也很久没有喝味道了，味道好像最近变得超多的，服饰好像没了，真的是不知道，没事。好，对，所以就很可惜。好，然后今天要唱的这首歌叫《四中人口》，然后它其实是一个促销，它其实是在讲一个就是有点大家迷失自我，然后找不到方向，其实蛮符合在座各位吧，至少我没有啦。然后就是很多人都迷失方向，然后不管你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，就是觉得你现在只在读书，可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然后玩社团可能被家长骂，就是被家长骂，然后可能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方向，然后也不知道未来要干嘛，反正就是，其实我觉得。不用想那么多啦，想那么多也没有用啊，你也想那么多你成绩也不会变好啊，也不会变烂啊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吧，反正真的不用看太，先跟家长说抱歉，真的不用看那个课业太重，真的那个真的只是占你人生很小很小的一部分，只是你也要必须要认真读书，因为那是就是你未来人生能够成功的入场券，所以认真读书是一个很重要的事，但是去做别的事情也是更重要的事。没有，其他事都要假装很文青的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带来这首《四中人口》。
在相同时间点。若有似无的睡眠，缓慢至相同花间。表演已经告一个段落，然后现在会给各位中场休息十分钟，请各位在3:05的时候准时回到现场，谢谢大家。